拂过浓汤，悠悠你送来墨香，泼墨蜿蜒笔尖纸上，此情最绵长。月色倾斜水中央，情难自禁轻轻唱，你抚琴一曲悠扬，记载着我们甜蜜时光。人间最清欢，看苍林尽染，遇上有你不惧风雪漫漫。人间最心安，遥远的呼唤，我追逐你那道光环，挣脱怀抱太难，醉倒时光荏苒。人间最清欢，看苍林尽染，看万水千山，遇上有你不惧风雪漫。订酒店就同城，打开微信支付就能订的同城旅行，邀您收看《我就是这般女子》。是，什么事那么紧急啊？来来，证据找到了，此人便是沈玉乡下指婚的王氏。好你个沈玉，我看你怎么跟我解释！这回可有好戏看！哎，去看看扇子。好。李姑娘喜欢哪一把呀？不管是哪一把，也都没有沈公子送我的这把好看。没想到李姑娘竟然还随身带着。既然是公子所赠，自然要随身带着。沈玉，湘君，你别误会啊，这把扇子是昨日宴会上随意所赠，别误他意。谁管你什么扇子？事到如今，还跟我说扇子的事？我看你根本就是个攀龙附凤、薄情寡义的人渣！班湘君此言差矣，你与沈公子现在并未正式成亲，严格说来，你们两个现在没有什么关系。我收下这个扇子，又有什么问题？你谁啊？这里没一刷的份儿。这扇子是送我的，自然与我有关。你该不会是觉得我在吃你的醋吧？笑话。你跟我有什么可比的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意思就是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，哪儿凉快哪儿带着去。哎，李姑娘，李姑娘，李姑娘，是我不好，沈玉好啊。人都给你带来了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此人是谁啊？你不认识啊？啊？那我替你好好介绍介绍，这位姑娘姓王，与你是同乡，自小与你相熟。这下你总该知道他是谁了吧？湘君何意啊？我不明白你的意思，眼前此人我确实是不认识。沈玉，你这个挨千刀的负心汉，你上京赶考是谁替你筹的钱？我原本想为你侍奉公婆，待你衣锦荣归便接我入京，但你可倒好，你高中探花却翻脸不认人。我，你就是个负心汉。沈月，你个狼心狗肺的，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他根本就不是王氏。
哎呀，湘君，你听我解释，确实是有一个资助我上京赶考，但是并未婚定的王氏，但那只是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我与他并无半分感情，我的心中只有湘君你一个人，他就是一个阴谋。公子，你怎能不认我？我，你别说。沈月，还敢胡说八道？什么心里只有我一个人啊？你别恶心我了，班湘君，你到底想干嘛？你没听到吗？姑娘，姑娘，他就是个斯文败类，人往高处走，这说明沈公子上进啊，上进。我看你还真是被他迷了眼了，是吧？人家已经有婚定了，难不成你还想做小的呀？我哪有！我给你个清醒，你敢？你胆敢当街侮辱朝廷命官？你是不是就没将皇上放在眼里？大业出了这么一个败类，今日我还就替皇上好好教训教训这个人渣！班府待你不薄，解除此衣，可你呢？竟敢肆意欺瞒！这一遍是问问你良心何在。湘君，湘君，你听我说，你别再打了，咱们有话好好说。事情闹大了，咱们的日子都不好过。是吗？啊，我倒要看看是谁还能让我的日子不好过。班湘君，你是不是真的发疯了？陈安伯，你还不快阻止湘君。这两边是替王氏打，打的就是你这个忘恩负义的负心汉。你够了，你别打了。你说的没错，我就是忘恩负义，我就是贪图你的美色，我才去提亲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除了好看你什么都没有。哦，对了，你还有钱，你就是彻头彻尾的一个俗不可耐、挥金如土的母老虎。你终于敢承认了是吗？对，我还没说完呢。你不但是母老虎，你还克夫。你忘了谢启林的眼睛是怎么瞎的了？你就是一个克夫的母老虎。哎，今日我就要退婚，今日我就要退婚。我呸！爹的玉佩，还敢跟我退婚？啊，要说退婚，也应该是本湘君说退婚。你退。沈月，我今日要是不打死你，我就不姓班！别打！救命啊！谋杀亲夫了！谋杀亲夫！救命啊！谋杀亲夫！湘君，救命！冷静！你不帮我就算了，还要拦着我收拾这个混蛋！石大人，你来的正好，再晚一点可就要出人命了。石大人，班湘君当街杀人，快把他抓起来！我湘君，在这儿轮得到你说话吗？啊！当街殴打当朝探花，石大人是要包庇班湘君吗？沈公子所言极是，今日若不将湘君抓去衙门，大业天理何在啊！我大业还有王法吗？就是啊，就是，就是个混蛋，还有脸说，不是吗？没错。湘君，此事麻烦，还请跟我回一趟衙门为好。我不要，我圣上追究下来，我自然会说清楚。人是我班化打的，不会让任何人受牵连。众人皆知，今日起应乃沈玉骗婚，若要拿人，是否应先拿沈玉？伯爷，没错，要抓就先抓负心汉。湘君打得好，看他还敢不敢？是始乱终弃。你就是对。石大人，今日之事，在下会请皇上圣裁。湘君，我们走。哎，石大人，你就这么让人给走了？这，
该多打几鞭，打死他，打死他。湘君，这什么样的八字？怎么遇到男人没一个好东西？不怪湘君，男人没一个好东西。去，就是没好东西，不是好东西。湘君，容在下陪你一道回府吧。不需要，姑奶奶我有脚，你认得。方才在下也向石大人担保，要确保湘君安然到家。若是湘君中途逃脱的话，在下实在不好向石大人交代。我为什么要逃？笑话！既然你这么愿意当马夫，给你签好了。其实湘君，此事乃沈玉之过，湘君不必为此难过。你哪只眼睛看见我难过了？再说了，我难过关你什么事儿？你三番两次的破坏我婚约，你到底是何居心？公子，咱们的人去找沈玉未过门的妻子时，人早已失踪了。经过我们多番打探才知道，竟是被石家安慰带走的。如此看来，沈玉当真是石相手中的一颗棋子。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要将实情告诉班家吗？不必，事关皇城和虎符，越少人知道越好。是。这么简单的问题都答不上来，果然，咱们俩也没什么好说的了。在下并无图谋，只是单纯关心湘君。你我非亲非故，然后你费尽心思机关算尽的来关心我，这种关心小女子可承受不起呢。湘君此话未免，你当我真的傻是吗？刚才你找来的根本就不是沈玉的未婚妻。原来湘君你都知道，那你为何？沈玉要是为人坦荡的话，你找一个假的冒充他自然不会上当，可他居然还承认了，我对他无话可说。可是陈安博你呢，精心算计到底是为什么？我现在就想知道。因为你我相交多时，我早已把湘君当作朋友，朋友互相关心有何不可？朋友？这天下读书人的楷模怎么这么不会说话？就是。我家公子没说错什么？说没说错我不知道啊，但是我知道小姐马上就要发飙。陈安博，你这算什么解释啊？你摆明在破坏我的婚约，你跟我说你只把我当朋友。湘君先别着急，你听我解释。王氏之事确有不妥，但事急从权，王氏本人被有心之人先一步带走，故在下不得不铤而走险，还望湘君谅解。那也是欺骗，而且比沈玉更可恶。在下也是为湘君着想。莫非你就算被骗也要嫁给那沈玉？我嫁你全家？我全家只有我一人啊？难道湘君你是在骂人？我不想跟你废话了，我再问你一遍，你是怕我被骗还是怕我嫁人？哦，这问题问得好，这一道宿命题。这当然简单了，当然是怕被骗啊。哎，虽然我脑子不好，但这种回答肯定不行。不行。算了，我也问不出来你，我问你还不如去问老天爷呢。走。你是头木马吗？休假公子的。班恒。哎，过来下马。哦，来了。走吧姐。乖，我究竟是把他受骗还是把他嫁人？湘君，在下其实
和你电话，我再问你一遍，你是怕我被骗，还是怕我嫁人？公子这些书已经看了一个多时辰了。女人呢，是这世界上最难懂的书啊。老管家，你可别乱说，咱们公子才不会看上班湘君呢。小九啊，感情这东西是半点不由人的。来，把门打开，我进去。少爷，天气凉了，用点参茶吧。刚才看少爷想事想得出神，您这是有心事啊？没事。没事就好。湘君的事儿可是多亏了少爷您了。若是被那沈玉给骗了，以后想见面都难了。少爷，这孩子跟我挺投缘的，不如找个时间请湘君过来吃饭吧。不必了，怕是湘君日后也不会再来了。岂有此理！这局布了这么久，就被班湘君几鞭子给抽没了。这个沈玉真是烂泥，扶不上墙。大人，都怪属下没有盯紧，终究是乡野来的，不知事有轻重。罢了，此刻没了沈玉，当内应。这寻找虎符之事当如何继续？你可有想法？可是姿势体大，还需从长计议啊。皇上哪没这个耐性啊？大人，关于班湘君鞭打沈玉一事，不如明日朝堂上好好的参他班家一番。沈玉骗婚在先，班湘君气愤之下动手教训沈玉，也算情理之中。这种事情还是别做了吧。啊，公子，您回来了。金儿言之有理呀，吴先生，这种落井下石之事，自会有人处理，咱们就静观便是。孙大人，你这奏折的问题是不够深刻，这皇上听了不会有身临其境的感觉，更不会有班湘君藐视圣上，当街鞭打朝廷命官的愤怒。你再改一改，再深刻一些。我说李大人呢？啊，是是。你这奏折的问题是不够煽情，太云淡风轻了，好像事不关己啊。这样，你设想一下，被打的是你的儿子，躺在床上只有半条命了，你现在要写奏折启奏皇上，为你儿子讨回公道，要声泪俱下呀。嗯，这样才深刻吗？才煽情吗？不是，不是，我没儿子，你忘了？哎呀，没儿子不是问题，你有爹娘吗？换爹娘不就行了？对呀，我尽力，我尽力。宋大人，你的奏折应该没问题了吧？啊？哎呀，我说宋大人啊，想当年，你也是殿试前十名的大秀才。是是是，怎么短短的一个奏折里，这么多错别字啊？哼！看来啊，宋大人买官一事并非空穴来风啊。谁说不是的？伯爷，不如您来示范一下，该怎么写才能既深刻煽情，又能好好的打击一下班家。对呀，对呀。好。嗯。哎呦。哎呦。嗯。伯爷真乃是文情并茂，引人入胜啊。何止啊，还深入浅出，引经据典呢。自叹弗如啊。还是得靠伯爷出手。伯爷一出手，我等五体投地呀。是是是。佩服佩服啊。我说宋大人，你的马屁功夫比起你的文笔
那真是好态度。诸位啊，搬家跟我谢家的恩怨就仰仗诸位了啊！义不容辞，一定要帮助我们谢家，讨回公道。是是是是。最近二皇子和小女的婚事刚刚定下，有很多事情需要我去筹备呢。伯爷，您客气了。眼下二皇子与贵千金的婚事最为重要，对付搬家您无需费心，交给我等即可。是啊，等小姐嫁入皇室后，还望伯爷多多提拔我们呐。有劳伯爷了。怎么全是残花花的？外面的百姓都有什么看法？启禀陛下，虽然有各种不同说法，但是多数人还是同情班湘君的，毕竟沈玉确实是骗婚呢。启禀皇上，这班化身为皇家亲封湘君，深受圣上恩泽，不思感恩，反而在大街上对皇上亲封的吏部员外郎动用私刑，这外头百姓看来还以为……以为什么？回皇上，微臣不敢说呀。不治你的罪，但说无妨。还以为现在大夜朝是班家人做主。宋大人，酒可以胡喝，话不能乱说呀。这只是外边百姓的观感，你又何必紧张呢？我也说得对，皇上，还请阻止外面谣言的扩散呐！岂有此理！皇上，这班化闹事也不止这一桩了，若一再容忍，圣上的天威何在啊？启禀陛下，以微臣看来，此事并非班湘君鞭打朝廷命官，而是被骗婚的女子棒打无情郎。那沈玉早有婚约在身，却贪恋班府富贵，弃糟糠妻不顾，妄想迎娶湘君。由此看来，此人德行有失，班湘君并没有错。程安伯巧言开脱，却也无法改变班化当街鞭打朝廷命官的事实。班湘君刁蛮无礼，奢靡无度，程安伯如此维护他，难不成是有私情？御史大人，宋大人，如此执意要处置班湘君，难不成是要包庇一个德行有失之人？我说程安伯，这御史大人和宋大人是对事不对人，这碰巧了，班湘君是事主，如果换成其他人，二位大人也会大力谏言的。谢伯爷，我知道你什么意思。我什么意思？你这分明是公报私仇，你是为了你那瞎了眼睛的儿子人财两空才要害我家画画的。我说静听侯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儿子眼睛是瞎了，你一天老抓着不放，你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你明白我什么意思？我不知道你什么意思。我告诉你，你陛下，微臣认为沈玉此人……陛下遑论其他，光沈玉骗婚一事就可见此人的品行不端，老臣以为应该重重惩罚。不过湘君鞭打朝廷命官，皇上，臣听闻事发当时石大人就在现场。言相误会了，石进到达现场的时候事情已经结束了。石进，既然你在现场，说说你的看法。回皇上，微臣虽事后才知，却也调查过此事。据现场百姓所言，沈玉骗婚在先，班湘君打人在后，过程中湘君曾言要替皇上教训这个斯文败类，足见湘君心中有皇上，也替皇上被沈玉蒙蔽教屈。是以微臣认为，湘君对皇上并无不敬之意。石大人所言极是，陛下，微臣以为此事应处置沈玉，若是沈玉之流在朝为官，恐伤大业根基，恐失天下百姓之心。皇上，这沈玉该罚，重罚，
可这班湘君却也不能轻轻放过呀。嗯，谁说的在理啊？对对，有道理。上个早朝，不是让朕治画火的罪，就是让朕原谅画火。我大业一朝，难道就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事了吗？托陛下的福，大业国泰民安，百姓安居乐业啊。嗯。大长公主求见。怎么又来了？姑母，您怎么来了？老身罪该万死，请陛下谅罪。姑母万万使不得，您站起来说话。老身疏于管教，造成大业朝堂纷扰不断，请陛下马上赐死老身。哎呦，姑母，您可千万不能说这种荒唐话，朕可不能没有姑母。老身再有不舍，也不能为难陛下呀。怪只怪夫君走得早，老身疏于对膝下子女的管教，几次三番给陛下添乱。姑母，您就听朕一句，这件事无论画画是非对错，朕最在乎的是我们之间的感情。陛下论情，可外头的人是论理呀。画画当街鞭打朝廷命官，就是对陛下的不敬，这可是杀头的大罪呀。哎呀，姑母严重了。画画是朕看着他从小长大的，朕对他一直疼爱有加。画画有什么新奇好玩的，都会想着拿过来给朕看。要说画画对朕有一丝不敬，朕绝对不信。画画有陛下如此疼爱，朕不知是几辈子修来的福分。这件事就由朕来处置，姑母您就放心吧。那就拜托陛下了。您怎么又来了？姑母慢走。什么时候还有心情敷脸？打都打了，该怎样就怎样，就算受罚也要美美的。这个是你说的？那个天牢又黑又闷，伙食差也就算了，吃喝拉撒全都在里面，还有你最爱的衣服首饰也都不能带进去。你确定你能忍受？皇上向来疼爱我，不会把我关到天牢的，顶多呀也就让我不能出门吧。放心吧。你这心也太大了吧。不是，君心似海，圣心难测，凶吉难料。圣旨到，请班湘君接旨。班湘君在。哟，您这脸上是？回公公，这是黄瓜片，敷在脸上啊可以美容的。哦，是吗？效果怎么样？极好。快给我说说。哎，先说正事儿吧，等晚些时候啊我派人给公公送一下。那就先谢过班湘君了。班湘君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沈玉贪权骗婚，罢黜官职，削去功名，永不录用。班湘君坦率仗义，惠治兰心，替天行道，建树有功，特封为郡君，十邑700户，钦此。谢主隆恩。恭喜了，郡君，咱家先告辞了。嗯。哇，惠池兰心。哼，你指着大人，哎呀，他睁眼说瞎话的本事真是越发炉火纯青。继续。
皇上竟然偏私到这等地步？皇上下旨罢去沈玉官职，这班家到底给皇上灌了什么迷药？不处罚班花也就罢了，居然还给他封了赏。爹，要不咱们找人去问问，这班家到底有何媚上的秘诀？哎呀，别再折腾班家了，我们讨不到好处。你别说了，你现在全家就属你没用，你知不知道？上次要不是你临时改了口供，班家能有今天吗？不早就完了吗？事到如今您还没看明白吗？有那大长公主在，班家就绝对不会有事儿的。无论爹您做什么都是白费心机。你就气我吧，你再气我，你另一只眼睛也会瞎。我瞎？哥，我别再说了，我说的都是实话，你们想让我掩耳盗铃，我还不如双目全瞎。哎，你给我回来。哎，这个孩子，爹，您快消消气吧，二哥说的也没错，有大长公主在，皇上确实不可能拿班家怎么样，您别气了。哎，真够丧气的。奇怪了，这石家一向不介入朝堂之争，这次居然偏袒班家，这其中必有蹊跷啊。哥哥，歇会儿吧。听闻哥哥在朝堂上替郡君说话，让大臣们哑口无言。没什么，我不过照实说罢了。说起来，班家真是鸿运当头，三番两次因祸得福，运气非是一般的好。班郡君两次皆因为婚约引来的麻烦，幸亏郡君爽直，若是换做寻常女子，还真不知该如何自处。看来哥哥似乎对郡君颇为欣赏。妹妹何出此言？哥哥乃武将出身，自小便钦佩当年的班老将军，而郡君虽不善文墨，却善于骑射，人又长得出色，所以我猜哥哥会欣赏这样的女子。怎么无端忽然猜起这种事情？倒是你可有看上哪家公子啊？妹妹平日就爱书画吟诗，哪有空注意什么世家公子啊？这倒是，能配得上妹妹的除了程安伯外，似乎别无良选。哎，你别碰我！哎呦，像你这种货色根本就不配成为我们店的客人。我的新衣服呢？新衣服当然是拿它抵房钱了。那是搬家赠予我的私人物品，你们凭什么拿？你的？做梦呢吧你！赶紧滚，别影响我们做生意。你这什么态度？我乃当朝探花。昨日黄花你探花，我看你就是个笑话，他就是个笑话。对对对。哎呀，你们等着瞧，我一定会出人头地，让你们所有人跪起来求着我。我啊！姐妹们，我们就是这个负心汉，打他！设计暗算我，梦中那个悬疑男子到底是谁呀？嗯，你这是哪间庙求的福啊？乱七八糟的。滚！画画，你有没有梦到自己会成为郡君啊？嗯。哎，闺女，是不是你忘了？嗯，不可能，我全记下来了。那有没有可能，你梦里的这几件事，
都只是巧合。会不会我们家根本没被抄，也不会有人造反？可是梦里所见之事呢，不好判断时间，也有可能它还没发生呢。那我就不好问你过两天斗鸡大赛赌哪只鸡赢了。你能不能问点靠谱的？天天不靠谱，正聊正事儿呢。不过啊，我仔细想了想，梦里所发生的事情在现实中也未必不能被改变。就是提醒咱们长点心。哦。不过好歹呀，现在可以确定一件事，那沈玉呀不是嫌疑人了。对，这既然不是沈玉，也不是这个瞎了眼的谢启林，那这个嫌疑人他到底是谁呢？我觉得最有可能的还是二皇子。嗯，夫人说的有道理。哎呀，不好啊，如果二皇子娶了这个谢婉瑜，那他肯定替谢家出气，找咱们搬家的麻烦呐。啊，姐，这二皇子要成了新帝的话，那谢婉瑜不就成了大业皇后啊？对呀。哎呀，这傻丫头真的傻人有傻福啊。你在说什么啊？重点是谢婉瑜吗？啊，对，我再琢磨琢磨。啊，不，姐，非得这样吗？啊，我这个叫未雨绸缪。是我出什么谋啊？反正啊，你整天游手好闲，也没事情干。这日后若是搬家真出事了，那多一个人会武功，就多一份力量。来来来！啊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姐！这男人呐，宁死都不能说自己不行，太弱了你！再高点！啊啊啊啊！不要，姐！姐，我觉得你还是赶紧跟陈安博和好吧，毕竟人家在朝堂上还是帮你说话的。那嘴长他身上，他说不说关我什么事儿？又不是我求他的。哎，说干嘛呢？别想偷懒啊！没偷懒啊！不是，我觉得你这次太小题大做了，不如以往大气。那不是重点，重点是，我觉得程安博有可能是嫌疑人。不能人家爱穿悬衣，你就诬赖人家是嫌疑人啊？那谁有病？穿着悬衣在大半夜去山上找猫，咱俩埋了那么长时间都没有听到一声猫叫。这确实是没有听到，没错，装神弄鬼的肯定没什么好事情。湘君，哦，俊君，许久不见，您是来找少爷的吧？我这就给您叫去。不用了，我是凑巧经过，顺便进来看看。那您这个鱼啊，顺道路过鱼市，想着给猫买点吃的。猫？该不会这猫到现在还没找到吧？俊君，您怎么来了？还真找到了。杜先生，这猫可有名字？回俊君，此猫名叫花花。花花，还挺特别的。养多久了？是昨天早上才找到的。昨天才找到，哎，那流浪这么多天肯定饿坏了，喏，给他吃吧。哎，俊君，公子片刻便会回府，不如入内用茶，稍作等待。啊，不了，我今日来只是来看猫的，改天再来看他。小九，少爷为何要买只猫啊？公子早有预料，俊君会来看猫，反正俊君人也来了，猫也见着了。小姐，不如这身绿色的配上这套首饰，怎么样？硬邦邦，我发现你最近审美退步严重啊，这都上个月的潮流了。夫人，娘，花花，娘觉得要不这次秋猎你就别去了吧。自从你做梦以后，娘这心里一直不踏实，你
你说这猎场上刀枪无眼的，这真要出什么事儿，该怎么办呀？娘，担心什么呢？这般畏首畏尾过日子实在太痛苦了，与其担惊受怕，还不如痛痛快快的活着。况且皇家狩猎都有重兵驻守的，小心一点总是没错的。这个呀，是娘在观音寺给你求的福袋，你一定记得带在身上啊。放心吧，能放倒我的没几个。这丫头，成，君君，还请收下这个木料雕花，这宫还真好看。君君喜欢就好。行，那我不客气了，谢过石大人。那一会儿我们就在猎场上比一比好了。狩猎开始。在附近，赶快去搜。是。光阴拂去尘
娜。